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五家汽车。今天要带你们来看的这一台是2016年 Toyota Camry 油电版。接下来我们来观赏这台车吧。这台的里程为99,299公里，里程保证。这台有免钥匙系统、无线充电板。实在就是 SUM。